庆祝我们的通车典礼圆满成功。经过十冬开了11亿4000万经费，所兴建的国道三号正式柳营交流道系统工程，在19号正式通车。咱管治合并了后，咱有闹突破几项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头拄啊赖美惠议长有讲起，吼、哦，包括这个环境影响评估，愈来愈去愈山，愈未过，吼、哦。管治合并了后呢，咱含叶美丁委员含。含咱个赖慧媛议员、含李退之议员，大家共同搁斗阵去解决这个环境影响评估，吼、哦，啊，足感谢赖局长的支持，哎、欸，好不容易通过。啊，咱头拄啊所报告的吼、哦，咱陈处长所报告的7亿2000万，那是交通部吼、哦、所出的钱啦，都是工程费用啦。咱台南市吼嘛搁出土地征收的费用，啊，顶管地上部补偿的费用。好、哦，咱嘛出1亿3400万，咱感谢老委员议长好唔好？吼、哦，啊，感谢所有议员，现今的所有议员，吼、哦，赖慧媛、赵坤元、蔡依辉、李退之，吼、哦，足多谢，吼、哦，足多谢。啊，另外大家有看到，刚刚陈处长有讲到哦，我们这是钻石型的，有一条道路足重要的道路啦，吼、哦，这条南110道路，这条道路那当然是政府开辟的哦。好、哦，2亿8600万，好、哦，2亿8600万，都甲阮市府甲机会，掌声鼓励下，好唔好？所以这个交流道费时好、哦、10年啦，好、哦、费时10年，啊经费呢，咱交通部出7亿2000万，台南市政府拢共出4亿外万，好、哦，啊我想安怎较会安尼前后任的县府、市府、议会、立委。大家不分党派，安尼全力支持。啊、哦，头拄啊，陈处长讲得很好。这个交流道完成了后，对咱大新营、大台南方市民吼、哦，交通的便利有真大帮忙。第二，对工业发展、观光发展、农业发展，吼、哦，这嘛讲有真大的加分啦。啊，我是医生啦吼、哦，我站在这个医生的角度咧看，对吼、哦，咱的救灾，啊、哦。救灾、消防、救灾，吼、哦，也是防疫各方面，吼、哦，有一个交流就在里边，吼、哦，咱以防万一啦，有备无患啦，哦，这嘛真重要，吼、哦，这嘛真重要。所以我，咱的这个柳营伫溪北地区啊，这个交流道，咱今仔日通车典礼咯，苗栗俗称有咱的林德，有咱的永康台湾啊，的这个交流道，咱嘛要来伫。啊，年底甚至伫咱的明年，我哪会当来完成？我相信这对着咱整个大台南市四通八达，到甲着每一个区域啊的这个发展，农特产品的运送，包括咱的工业区啊，咱这生理人的这个带动，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指标。所以咱的大台南啊，咱只要大家搁啊伫咱的基层。在我們的地方，包括我們的中央同心團結一致，我相信對著我們地方的這個整體的發展，都是可以符合到我們百姓大家安居樂業幸福城市，大家來努力的。有了這座交流道，東山和柳營地區的民眾要從福爾摩斯高速公路可以節省10几分的時間。这两个交流道距离大概有18公里哈、哦，所以说这个地区的民众呢，要利用我们国道三号呢，就是要走上地方道路哈、哦，增加交通的不便啊、哦。那基于这个理由呢，我们台南市政府哈、哦，还有立法委员，还有在地的各位民意代表呢，都建议呢，在我们柳营区呢，增加一个交流道，来解决呢我们柳营地区还有东山地区的，还有这边还有一个科技园区来使用高速公路的需求呢。